今时今日的社会，三岁到八十岁，每人都至少有一部手提电话或者 smartphone 在手的。不过大家又有没有想过古代人是怎样沟通的呢？早在远古时期，人类就通过简单的飞鸽传输、烽火等来传递信息的。直至1790年，奇遇 smartphone system 的出现，是古老通讯方式进一步发展的结果。19世纪开始，随着电码、电报、电话、无线电的发明，人类通讯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变革。到了20世纪，1969年 ，ARPANET 亦都即系 Internet 嘅前身出现，世界从此变得不一样。1970年，光纤通讯 （Fiber Optic Communication） 正式面世。3年后，移动电话同 IP 的诞生，对现今移动通讯方式影响深远，真正实现话音同数据的融合。
海底电缆 Submarine Cable 出现，设立了国家之间的电信传输。首批海底电缆只提供电报通讯，后来开始引入电话通讯以及网际网路通讯。现在海底电缆已经覆盖全世界了。再加上通讯卫星 Satellite， 因电波传播不受地形限制，能实现地面远距离通讯，补足海底电缆通讯的不足，全球更进一步连接无间。九十年代初期，随着 Internet 逐渐走向大众化，而网络上的资讯五花八门，大家还记不记得九十年代到二千年期间有很多流行的即时通讯 Instant Messaging 和协作应用程序 Collaborative Applications， 如 Skype、 MSN、 AOL、 YouTube、 Email、 NetMeeting 了。Internet 大大方便了资讯的传播，给人们带来一个全新的通讯方式，可以说 Internet 是继电报、电话发明以来人类通讯方式的又一次革命。时至今日，大家都会将所有嘢放上云端。我哋都进入咗一个数码化嘅年代，身处数码化嘅城市。
宏运算，为大家实现智慧城市、智慧生活。而 Smart Cloud 就为智慧企业提供创新的云服务解决方案。多謝 CITIC Telecom CPC 贊助今次咁精彩嘅沙畫表演。